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感恩泰赫兹公司研发到这么好的水，给我们去治疗我们的身体。他也不是医生，也不是药，为什么这个水能够给我健康起来，我都觉得很奇怪，我也不相信。我就是我的老朋友阿 Q 姐，啊，阿 Q 姐就是我的老朋友，因为我从双溪大年嫁过来这边已经50多年，所以说我们也是50多年老朋友了。那么他就在街上遇到我，他说：“英姐，我很久没有看过你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本来要去找你呢，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介绍你啊，喝一个健康能量水。什么叫做健康能量水啊？”他就说：“董子，你其实有空啊，我愿意。”我说：“星期六啦，星期六你过来。”后来星期六那一天呢，他2点，他就从他的家拿着2桶水来，请我喝水哦，请我喝水啊！哇，这样子好了，2桶水就够了吗？他说：“不是，你去尝尝它的味道啊。”那我就相信他了，我以为说你是我老朋友嘛，应该你不会骗我嘛，讲到这么好。然后我就讲：“阿英姐，你自己有什么事情，你的身体要怎么状况，你喝下去你就知道。”然后我就相信他，我就应该是4月，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，好像4月17号，到现在几个月了？三个月。我就那天他2点来讲解给我看点见证，他的手机，这个手机电话里面有嘛？然后就看一下，他就说：“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，你自己去感受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有我的眼睛吗？我的眼睛那时候就是2年多前，我就做了手术。做了手术之后呢，每一天都要放眼睛药水，一天放5、6次。哎，医生讲我的眼睛很干。然后我说这样子啊，刚刚去掉那个墨的时候呢，它就好像有几个月很亮。”但是呢，越来越不对症了，就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会流那个脓，好像脓水这样的。我不要包装讲，他比较喷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然后啊，他就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他的眼睛流出来那个不是眼屎，眼屎是应该一点点啊，还是怎样啊？但是那个眼屎就是好像那个猪盲油，你们懂吗？蒙住两只眼睛，半夜我要起来小便的时候，我看不到路，我就很怕。我说糟糕了啦，这样子啊，我这两个眼睛的墨已经很老了，那个墨啊，那个医生不是医生不好，是我们自己的体内不够强壮了，就是没有能量了。所以说这样子没办法了，我就拿他讲那拿我的药水来洗。你一干燥你就洗一天5、6次啊，半夜也要洗啊。他就拿那个眼睛药水来洗眼睛，他流出来的眼屎是流出来的哇，好像浓像黄色的，这样子啊，一年多两年都是这样子那个灯的，然后一支小支的药水是要20块，我用完了去佛罗西买的哦，然后没有关系咯。后来阿 Q 姐就跟我讲说，你看到你的眼睛啊，那你就拿来喷，拿一支来这样进那个水，然后就是喷。头顶也喷，耳朵也喷，哪边都喷了，眼睛更多一点了。他那天17号哦，4月17号哪来？我3点就喝水，3点喝水呢，就3点那时候我就不要放眼睛药水，我就拿来喷。我一个星期里面一滴眼睛药水都不需要放了哦。哇，很棒哦！我就跟我老公讲，喂，阿金姐蒙了我，没有骗我，真的是可以哦。后来我就再多用多一个星期，多一个星期就14天了。14天之后啊，也是一滴眼睛药水不需要放哦，哇，很棒哎！我就开心了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时候我很怕，我说够力了啦，医疗整10千多，上上下下10多千，我就说啊，哇，还有这么多钱去医嘛？因为老人家退休了，没有做工也是很糟糕哦。哎呀，这样子没办法了，就相信阿舅姐，我继续喝。阿舅姐讲到你身上有什么老毛病啊，你假如有发觉到什么不对症啊，你不要放弃哦，你继续哦，我就听话哦。阿舅姐讲你乖乖跟我喝水就好了啦，你听话，
你努力上厕所喝水就搞定了啦，你就慢慢来啦，不用怕啊。后来我喝再喝啊，人均14天真的一滴药水不用放，又很好睡哦。我本来晚上常常都失眠不能睡觉，然后我这个眼睛哦会影响到我哦偏头痛起来了，你懂吗？偏头痛哦也好了，现在没有偏头痛了。我痛到什么程度你问我老公吗？我就拿那个人家捶背后的那个捶啊，拿来捶头啊，捶啊捶啊捶啊，哪里都捶，颈项啊这些捶到都那个皮肤都痛了，我头也是痛啊，伤到了，现在不需要捶了哦。哇，我很高兴，我就相信得不得了，这是感恩啊 Q 姐，真的是感恩，谢谢。哎呀，没有的话我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啊。我还有一个啊，我本身啊就是那有水肿病的，有尿酸的啊，那么我喝了哦，再多一个星期哦，我的脚就肿起来哦。哇，这么肿起来啊，就在讲有什么反应你千万不要放下啊。你喝啊，我刚刚喝的时候六杯就增加到8杯就增加到10杯，然后呢我增加到12杯，我就是这样子喝。我老人家我不喜欢喝水的，你讲叫我喝水，我一天啊3杯水罢了，哪里够？好像太阳子这么研发出来的水啊，就是越喝越好喝。有时候讲到说啊，喝了会口渴，越想渴，一直喝得不止渴的。我原来我们里面不够水分了，所以说我们的老细胞啊，你老的时候啊，你没有不够水给他哈，他什么病都盯上你了。然后没有关系，我的脚哈喝了肿了一个星期哈，我继续喝不要放弃，一个星期肿了哈，后来又没有肿了啊。哇，真的很神奇嘞！哇，我就很开心，更加相信阿 Q 姐真的是没有骗我。然后没有关系，还有我有一个啊，我身上啊也是有一个、啊、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好像挑水啊，挑过龙了啊，妈妈又生了5个孩子啊，有时候也是一直吐啊，怎样啊，好像虚弱啦、啊。然后啊，我也是心跳的，我也是有气喘病，有一点点的气喘病。现在我那个气喘病好像不见掉了哦。还有那个心跳啊，跳得很厉害的哦。我好像我老公在旁边过啊，他一个哈啾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做梦在我旁边哈啾，哈啾我的心好像掉下去，我快点抓回来放回去。这么严重啊，那笑死人吗？你想讲人会讲大炮话吗？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痛苦，真的好像对，好像这个也轻松去了，好像没有了哦，有的也不爬头了，真的是怎么来的哦？原来这样好的，这是我们真的要感恩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啊，真的是、啊、很多东西讲不完啊，要让给人家讲啊，我就是很高兴啊。真的那后我也不大会做生意，也不会怎样啊，不过没有关系啦。那么现在我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感恩我们泰勒斯公司啊，给我们大家一个一个感恩的掌声啊。好，感恩谢谢，感恩谢谢，感恩啊，感恩你啊。我喝了这个水哦，就是20多天21、22天我就拿水机了。我怎样都要取水，它不是40千，它是4800。我以前那个医疗10多天都不能，为什么我不买？我供都要供过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好。哦，我这个脚就是这样子，我的这脚哈、哦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喝这个水的时候，我是拿四个脚的，这样的一双手的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今晚上我要上来？就是说我就是心有力了啊，我的脚不会抖了，我这个脚它会抖了。出力了，出了，你出力了，他会抖，他不听话。然后现在我就可以了，所以说我就是要上来呀、啊。为什么还要站在下面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，只有大家要去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你不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你真的根本上得不到嘛。个人吃饭，个人饱，对吗？我喝水是我得到，我不喝水，我也一样东西得不到。我的感受是这样。希望大家都是要这个水永远都是陪伴着我们的，我们冲凉要水，洗衣要水，煲饭要水，煮菜要水，浇花要水。讲到这里我的老公啊，老公站起来啊，这样子站这里就好了，不要上来没关系，站在这里就好。我的老公啊，他你知道吗，他的腰痛，现在他讲他腰不痛了。然后、哦、他种一点点那个瓜，那个啊冬瓜金龟啊，金龟冬瓜，他就听到说那个水有生命力，
啊，动物啊，水果啊，蔬菜呀、啊，都可以去试验一下。他种了那个冬瓜哈、哦，他就说啊，拿来喷了、啊，喷那个冬瓜苗，喷那个冬瓜苗，他说哇，喷了一个两个星期啊，那个冬瓜苗很快就长上来了，他就好像他增高了哦，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奇怪，我说啊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聪明啊，他会去拿来试验哦，我也不知道他讲出来，我今晚上就给大家知道一下，真的是可以啊。买回来的菜、哦、我们也是啊，买回来菜拿来喷喷一下，放在那边啊，一两三天、三四天啊，它不会枯萎呀、啊，它不会干掉啊。然后它也会拿那个尘啊，那个尘啊 ，orange 啊，开两边，一边有喷水，一边没有喷水。它叫我吃，它说你吃看老婆，不一样的味道哦。我说是呗。真的哦，这一边他测四边吗？他就喷了，这个没有喷，这个就是比较甜一点，然后又没有姜，没有苦味。那一边没有喷的呢，真的是又酸一点，又有点压压底啊。他现在哦，他有胆固醇嘛？他胆固醇现在啊，他家就他常常头会晕啊，现在不会了。然后啊，还有他已经开过刀，他开过刀就是他的前列腺。啊，很几年了咯，五六年了啦。那么、哦、他的前列腺本来小便啊，不能小吧，小了，医生就是给他一粒药丸啊，每天晚上是要吃的嘛，吃到我们拜拜为止的嘛，没办法嘛，就吃了，吃了他小便也不能小大，不大出来。现在他小便啊，他就一小就很轻松的小出来，又比较大广一点了。啊，那么我本身呢，就是也是尿袋有关有点问题啊。不讲不知道，讲出来 不要害羞啊！有病就要医啊，有水就要喝啊，好水一定要喝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小便哦，好像那个香菇酱油啊，我也是尿袋有问题啊。医生讲我验我的血，验我的尿，他说你的尿啊，你小便哦有结石。我说哪里有，我小便没有结石怎样？他说啊，安迪，肉眼看不到的，我写一封信，你去台湾那边啊，曼用那边照那个超长波，又帮我扫描。没有东西，又怕我腰子伸直，又怕我尿袋伸直。但是为什么小便又有血丝呢？他那小便哦，要小又不能小哦，又憋着痛哦。现在不是了哦，现在要小哦，就小出来哦，小很多天哦。现在哦，我一直喝那个水，他一直跟我排，我就说，哎呦，你讨厌的哦，一直喝水，一直小便哦。哎，不是哦，这是好事来的哦。你勤于上厕所，你就有收获；你懒得上厕所，你就没有收获。救大家健康，为什么我们不接受？要接受，多多益善，对吗？我们在这里呢，给我们泰尔兹公司一鞠躬。